大家好，我是霍克，好久没有制作建案 AR-VR 系列，今天要带大家看的是位于文山区木栅的建案中泰站。影片除了介绍基地环境 AR 与室内格局 VR 外，最后我们也会列出三个值得购买与三个值得考虑的理由给大家参考。中泰站位于木星路一段与木栅路三段交叉路口附近，基地约836坪，位于景美溪河畔第一排，对面就是政大学区与商圈。交通部分则紧邻信义快速道路与国道三号交流道。捷运部分除了木栅线外，未来也会有南环线 Y2A 站经过。学区则有木栅国小与木栅国中。中泰站建筑由日本著名设计师梅林克设计，以雾霭与不打扰这片安逸为理念，设计出融入环境、低调奢华的住宅。中泰站规划23层高与地下4层，共117户，包含一楼有8户店面。比较特别是2至11楼后方还有规划48坪三房住宅，11楼以上则是65与75坪四房对称设计，一层两户两部电梯。此建案销售不在基地附近，而是在中泰建国北路总部。目前总部已规划有75大坪数样品屋，故在此 VR 影片我们帮大家介绍65坪 A2 户。
三个值得购买的理由：一、河岸第一排，坐享河岸美景与永久动距；二、中泰豪宅品牌，品质售后有保障；三、交通位置便利。三个值得考虑的事项：一、后方就是木栅市场，环境较为混乱，两侧巷道也较为狭小；二、开价85至95万，创此区域高价，价格较不亲民；三、前方木星路车流多，低楼层需注意噪音与塞车问题。感谢大家的收看。ARVR 系列花费了大量人力制作与绘图，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在购买预售物前，可以更深入的了解未来的样貌，让大家可以选购到自己理想的家。最后，欢迎大家订阅分享影片，谢谢。